在远古的时候，曾经有两个部落，一个北部落，一个河部落。两个部落是世仇。这是你太太的秘密。这你带上就不能离身。猜他妈什么猜？做事都用猜的。这是我大喜日。有我的兄弟。信封不是给殉情的人做的。你是哪村哪寨的东包？我爷爷不放信封，回去吧。张大哥。怎么了？我不撒娇。爷爷，你找什么呢？你不能杀死个黑人。就是他，就是太太的名字。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寿命。这里还有东巴文，没有战争，没有钱，在遇到第三国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万岁是你的人生，畅通圆满。